大家好，我是小池，今天来到珠海康益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康益达学院参加第27国家水生生物防病害防治员培训。现在我们是拍班级的一个集体照，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，都是从事水产养殖、龟鳖养殖的一些养殖户或者是从业人员。同学们，你们早上好！好，大家辛苦了啊！康益达三学院国家水生生物病害防治员技能培训班啊，第27正式开班。啊，欢迎啊同学们从各地赶过来参加学习啊，提高自己，你们这种学习精神啊，大家都啊值得表扬。不断追求的进步，不断学习，终身学习，啊，这个精神我感动，也很难得。参加我们这个培训班，啊，我希望有三方面的收获：一，参加我们这个培训，好奇，啊，这个水生生物防治。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珠海康益达今天来培训的一个公司，就是具有 GMP 药品国家认证的一个企业，高新企业，然后主要就是生产一些水产还有龟鳖使用的一些系列产品。就是我们养殖户呢很多都会使用到康益达的一个产品，产品的质量还是不错的，这里就不一一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了。产品系列也都比较完善，在养殖户的心里面，康益达这个公司的产品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来这里学习培训，然后考一个水生生物病害防治员的一个证，希望能够在这里学习到更加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知识，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加规范的一些养龟的一些知识。